根据非正式研究显示，情侣同夫妻都曾经因为洗衫问题闹过交，起码一次。你洗多件烂衫搲晒啦，冇烂就得啦。件衫洗到烂啊，靓就得啦。又洗得唔干净 ，OK 啦。唔 OK 啊？都话 OK 咯。唔 OK 啊 ？OK 啊 ？OK。哎呀，得啦，我唔洗啦，我哋分。分鐘要換過部洗衣機。愛情是充滿矛盾的。喂，不用那麼無奈啊。你懂轉用 LG 的 AI 智能洗衣機，配備新一代直驅式變頻摩打，你和另一半就不會再有矛盾了。舊式洗衣機摩打是用皮帶驅動，只可以向一個方向轉，局限了洗衫表现，而这个 LG 新一代直驱式变频摩打，无论是左右转抑或不同幅度都应付自如，在不锈钢滚筒入面做出六种不同洗涤模式，包括浸透油、洁净烤、强净搓、缝松解、穿透剂、舒缓摇，水流移动更加灵活，咩类型的衣物都冇投诉啦。你而家知道我想点洗了咩？我知道，无论你想点，有佢。我乜都知噶。呢个世界有边个最清楚你想点洗衫？系 LG Vivace 人工智能洗衣机啊！佢嘅 AIDD 摩打拥有超过20,000个智能数据，识得自动辨别衣服物料、侦测重量同感测柔软度，再选择至啱洗嘅洗涤模式。呢项人工智能衣物辨识技术，相比传统洗衣机，可以减少 18% 嘅衣物损伤，每件衫都得到特别呵护，仲襟着好多添。啲衫仲有几耐先洗完噶？够唔够我哋睇一集韩剧先？洗衫过水脱水加埋39分钟，睇半集我就要去晾衫噶啦。咁快？因为 Turbo Wash 360速洗嘅 3D 洒水功能，可以全方位喷洗，快速清洗衣物每一个角落。有埋 Steam Plus 蒸汽洗涤技术，有效去除 99.9% 嘅致敏原添噶。啊，我男朋友原来咁叻叻噶。梗系啦，部 LG Vivace 洗衣机我拣噶。